你可以再来一会儿，李老师，感觉你没过瘾啊你。没有即兴的这个太难了，即兴的这个太难了，这找不到主题，我而且我俩也不熟。其实我特别刚刚他说我不好笑，我就特别想说徐峥老师电影不好看，但是我就回忆哪部不好看，一点记忆都没有。哎，就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电影。